今天是8月4号啊，明天是8月5号，早晨起来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银滩了啊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哎，给我留点好印象。看来天是蓝蓝的天，海也是蓝蓝的海水。你看看这景色和前几天看的大概是不一样了。我想今天天气是最好了，你看那个海水也特别蓝啊，海边的浪花也比较小，人们都在海边游泳呢。你看看这天气是不是不错。